有没有注意到挂锁底部的小孔？它的隐藏目的是排水，有助于防止腐蚀，这也是最便于为挂锁润滑的地方。第一滴油进去就会让锁更容易打开和关闭。棒棒糖棒子上的孔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是个免费哨子，事实上这个设计是救命用的，如果棒子不幸卡在喉咙里，那个孔就能够防止窒息。如果你觉得橘子皮很难剥，有一种秘密方法其实可以很有效地剥掉橘皮，把顶端和底部的皮切掉，在侧边切一道开口，然后只要把皮剥开就行了。优格是一种很棒的健康零食，不过要有汤匙才能吃。如果你忘了随身携带，我教你个小技巧，你可以把优格罐的铝箔盖扭成汤匙的形状。如果你没办法清除卡在牙齿里的食物，那你用牙线的方法可能就不对了哟。松垮的牙线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，要加强张力，打个结，这样也就不会弄伤你的手了。卖场购物车儿童座椅靠背位置有个凸起的小勾勾，它其实是有用的。你不会真的想把你的夹克放在洋葱旁边吧？挂在小勾勾上吧，这些小东西能帮你好好的整理购物车里的空间。我们都把平底锅放在烤箱下方的抽屉，毕竟它们是专为厨具设计的。但还有另外一个更好用的使用方法，你可以把菜放在抽屉里保温一阵子，而且不会煮过头。下次你的朋友晚餐要迟到了，记得试试看哦。塑胶杯盖可以变成超级方便的杯托，盖子反过来有三个凹槽，杯子放进去刚刚好，再也不会有咖啡渍咯。几乎每个上过公厕的人都知道马桶坐垫纸是干什么用的，但是很多人发现它们不好用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正确的使用它们。坐垫纸内圈的舌根应该放在你的正前方，然后把它垂下放进马桶槽里。你看过电线上那些奇怪的圆柱体吗？事实上它们比看起来更有用，因为它们有助于减少高频干扰。软膏管的盖子上那个小小的尖刺也是有用的，大多数软膏通常都用锡箔密封，除非你准备跟你的指甲说再见，否则最好别用手指去开。这个尖刺可以帮你即便是封得最严密的软膏都打得开。键盘上 F 键和 J 键上的小凸起有个鲜为人知的用途，它们能帮你即使不看键盘也都能找到正确的键，如果你想开始盲打也不错哟。有没有注意到你的齿上有个小洞？如果你想把它挂在钩子上或者画出一个完美的圆，用它就对了。看看你的 iPhone， 看到相机和闪光灯之间那个奇怪的点吗？其实那是麦克风，它是给后置镜头录音用的。每个人一生中至少吃过一次滴答糖吧，但大多数人却不知道怎么正确的把它们从盒子里面拿出来。如果你不想一次吃掉手中的20颗滴答糖，那就试试这个技巧。摇摇盒子把它倒过来，拉开盖子，然后瞧瞧，现在你每次就只会倒出一颗滴答糖了。以上内容由滴答糖提供。汽水瓶盖里的塑胶垫片并不是拿来比赛用的，它其实是让你的饮料保持嘶嘶作响的原因。盖子用来阻止饮料外泄，而这个塑胶垫片则是把气体保持在瓶子里，没有这东西可乐就只是糖水罢了。嘿，别笑了，我试过把气体憋在肚子里面，可不容易呢。如果你曾经尝试过用橡皮擦的蓝色那头来擦墨水，你的笔记本最后可能会擦出洞来。事实上，蓝色部分是用来擦除厚纸上的铅笔痕迹，它也能擦掉墨水，但得确保纸张要非常厚哟。小糖包或小盐包其实有更简单的开法，你其实不需要撕掉任何一头，正确的方法是从中间打开。你可能会觉得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但至少你手上拿的垃圾会少一张。在高速公路上驾驶可能压力很大，而且辨识出口车道在哪一边有时候的确很棘手。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，如果出口标志是靠右对齐，那就表示出口在右侧，如果它是靠左对齐，没错，懂了吧？鸡翅不必啃啦，只要找到翅膀中最大根的突出骨头就好。首先扭一下较细的骨头，转一转，然后把它拉出来。现在你就可以享用无骨鸡翅了。瓶子的场景是有原因的，如果想喝冷饮，握住瓶颈而不是瓶身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漂亮的玻璃杯，握住杯柄就可以防止它被你的手温给加热了。大多数人不会把外卖食品和精致晚餐联想在一起，
但是外卖盒还是可以变成盘子的，你只要正确的展开它即可。包包上有两个拉链是不是太夸张了？也许吧，但这其实是防止扒窃的好方法。你可以将小锁挂在两个拉链片中间锁住，这样就没人能打开你的包了。美工刀片上的细缝可以帮你折断已经磨损的旧刀片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先把美工刀柄末端的小盖子拔下，将刀片插在上面的细缝中，然后一弯就可以折断钝的那一部分了。一包化妆棉通常附有细绳，让你可以把它挂在钩子或架子上，不过你不必每次都解开拿下来哦。看看底部吧，有一条一丝线，沿着它撕开，现在你就可以轻松地把化妆棉取出来了。衬衫领子背后的纽扣是用来固定领带用的，不过现在窄版领带比较流行，它就变成一个装饰了。衣饰上的绒球当然看起来很漂亮，但它们过去也有自己的用途，有个古怪的说法解释它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。法国水手出海时常常在船舱里撞到头，所以他们就发明了绒球来减缓碰撞力。所有跑鞋基本上都具有防止起水泡的设计，看到运动鞋顶部的额外鞋带孔了吗？把松的鞋带插进去，用这些孔做出两个圈，然后把鞋带交叉穿进圈圈里，接着拉紧鞋带，你就会创造出一种锁，让你的脚舒适贴合在鞋子里。嘿，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，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，并与朋友分享哦。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，我想你也会喜欢的。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，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。